听莫那这个亚芳这么感情小可有扣工嘛，吼、哦，我是绝对无可能有亚芳去让人上去的哦。我当时当成像今日安尼，大家拢这样欢喜，我就袂过把个给你比较这样安。安尼从今嘛开始哦，我会想出365种方法，让你大家拢欢喜。迄个时阵，我应该就杀掉亚芳啊。迄个时阵，我应该已经对田木有好感嘛。那是当转去迄个时阵，唔知有还好。我想到办法啦，金。田木那伫恁定情的所在咧等你啦，我会要甲你讲。田木那这个亚芳，这么感情小可有扣工嘛？吼、哦，我是绝对无可能有亚芳去让人上去的哦。我当时当成像今日安尼，大家拢这样欢喜，我就袂过把个给你比较这样安。安尼从今嘛开始哦，我会想出365种方法，让你大家拢欢喜。迄个时阵，我应该就杀掉亚芳啊。迄个时阵，我应该已经对田木有好感。啊，阮这查某囝吼，个性就是安尼啦，真硬啦。伊决定的代志吼，伊就无可能去回头。那是当转去迄个时阵，唔知有还好。我想到办法啦，金。天母那伫恁定情的所在咧等你啦，我话要甲你讲。这两个囡仔才含慢着，对无？啊，咱两个就甲捉起来啊！你讲想想安怎？因爸爸已经挂过去啊！好好好，我随过。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。